你不舒服吗？既然要工作，就专注一些。哦，猫猫，是家里的猫，两岁簪花。好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他们。今天已经很晚了，接下来的行程时间安排，确定了再告诉我就好。我的经纪人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么，随时恭候。我来找我的经纪人。有新的剧本送来了吗？这里不高，你踩着机箱跳下来，我接着你。你在想什么？头发有点长了，进组之前要剪一点。镜链只是装饰，没有别的含义。不用努力了，我不怕痒。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以外，不要对我有太多的好奇心。放下你耀武扬威的小爪子，不要好奇那些不该好奇的东西。脾气还挺大，所以你要我做什么？好，那就请教了。